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小李子，今天用鸡蛋搭配洋葱分享一道美食。首先将洋葱切成片，用手将洋葱抓散，碗中打入两个鸡蛋，加点葱花、食盐，最后放点鸡精搅散。多次少量的加入50克面粉，搅成糊状。电饼锅预热，刷上食用油，油热放入菜糊，摊平整。合上盖子，烙三分钟，打开。翻一面，再烙三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关火出锅，用刀切成小块，方便食用。美味的洋葱鸡蛋早餐饼就做好啦，吃起来酥软可口，营养丰富，喜欢赶紧试试吧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